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贝贝。大家好，我是雪松。今天是2019年9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主要内容。猪肉价格趋于稳定，中央再向市场投10000吨储备冻猪肉。冬奥会比赛场馆建设有序推进，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预计12月启动。一键预约像打车一样打公交 ，AI 定制巴士亮相上海，一人一座南宁公交线路可定制打通最后一公里。祁连山近100万牛羊转场秋季牧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前八月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先看电力运行情况，从发电看，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2.8%，当月发电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上月回升1.1个百分点。其中，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分别增长21.2%、13.7%和13.9%。从用电看，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6%，增速比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5%，其中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再看天然气供需情况，一至八月，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199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4%。国内生产天然气113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9%。从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情况看，八月份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个，总投资689亿元，主要集中在水利、能源等领域。从价格看，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尽管近期猪肉价格上涨，带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但是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我国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出台保供稳价的方案和措施，大力支持生猪养殖能力建设，增强储备调控能力，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目前，一些措施已在有效落实中，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我国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就业具备扎实基础和良好条件。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新增就业稳定增长，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84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89.5%，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广东等11省市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仍高于一，岗位需求大于求职人数，重点群体就业总体平稳。截至7月1号，201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68.3%，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二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达1.8亿人，同比增加226万人。截至7月底，累计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1096万人，较去年底增加108万人。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的《创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经历新一轮转型，新经济正在兴起，创新能力迅速增强，中国需要培育增长新动能，进一步促进创新。报告认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期。随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形成新的增长动能，不断提高生产率，推进治理改革，释放新动能，实现中国创新体系的转型。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稳步上升，从2011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18年的第17位，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最高。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迅速增强，促进创新和市场竞争是中国未来增长的关键。
为解决生产率的挑战，报告建议中国需要着力新动能增长的三个要素，包括消除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扭曲，加速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以及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报告还从七个领域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加强竞争、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大人力资源建设、更高效配置金融和人力资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近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将实施 GDP 核算下算一级，也就是由国家来统一核算地方 GDP。由国家统一组织统一核算方法将会更准确把握各地的经济情况，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早在2013年初，就有不少媒体发现，我国统计领域出现地方 GDP 增速高于全国 GDP 的增速，各省份 GDP 加总也大于全国 GDP 总量的现象。其中，在2012年更是高出了5.7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的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经济总量。对此，国家统计局回应，这与我国统计领域采用的分级核算制度有关。在地方核算 GDP 的过程当中呢，它因为有存在着跨省交易的这种情况，是它有重复计算的这种情况。那么通过这次的第四次经济普查呢，我们通过这个实施地方 GDP 统一核算呢，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据了解， GDP 统一核算改革将与目前正在推进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挂钩。专家认为，国家统一核算时，存量数据能帮助地方政府调整和梳理以往在服务业等难以准确统计的领域。专家认为， GDP 核算制度改革有利于反映经济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以及区域空间调整深化的程度，进一步引导都市圈和城市群，特别是国家空间结构的调整，把握各地经济形势。要从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体系能力这些方面来看待呢我们的统计数据改革的问题，他们的决策提供了呢重要的基础。我想呢，这对于一个地方高质量的发展，实际上是发挥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是有利于地方制定科学的这个规划。昨天，应急管理部向媒体通报了我国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我国在防灾、减灾、救灾和生产安全方面都处在稳定向好的形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介绍，全国自然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均7200余人逐步降至本世纪初的年均3000余人，特别是2018年又进一步降至1000人以下。2013年到2018年，全国平均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的比重，较2001年到2012年平均分别降低了86%、84%和59%。在安全生产方面，2018年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保持了3个继续下降，其中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从历史最高峰的2002年死亡近14万人，降至2018年的3.4万人。重特大事故从2001年的140起下降到2018年的19起，今年前八个月进一步降到9起。今年前八个月又保持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19.8%和19.4%，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分别下降了17.7%。和30.8%。昨天，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目前2/3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混改成了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13年至2018年实施混改的央企子企业当中，混改之后实现利润增长的企业超过了70%，重要领域混改试点正在稳步推进。10家中央企业和171家省属一级企业开展了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发挥了激活机制、留住人才的作用。
数据显示，45家中央企业控股的91户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实施股权激励一年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16.7%。24家中央企业所属科技型子企业的104个激励方案，经集团公司审批后正在实施。激励对象人均收入增幅达到14.9%。今年1到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9.4万亿元，同比增长5.4%，累计实现净利润9431.9亿元，同比增长6.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为落实六稳任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号，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培育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截至2018年年底，进入到农业农村部门家庭农场名录的有60万家家庭农场，这个数量和2013年相比增长了4倍多，总面积1.6亿亩。年销售农产品的总值1946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大概30多万元。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培育一批生产集约型农户家庭农场，同时将针对风险防范、用地融资难等问题给予政策支持。家庭农场的经营的土地71.7%它是来自于流转，来自于租赁，因此呢，依法保障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权，这一条呢非常重要，特别是流转土地的稳定性，包括租金水平，那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家庭农场的这个稳定经营，实践中间呢，农户对于信贷支持、农业保险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强烈，特别是农业保险。因此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构建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间金融保险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7月开始，江西多地出现高温少雨天气，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部分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农作物和种植业受灾。目前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抗旱保收。7月以来，在江西抚州东乡区，由于长时间高温少雨天气，全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近20000亩经济农作物受灾，损失严重。天气干旱对于我们瓜农影响很大，像新长出来的叶子它就容易枯萎。7、8月份是果实的膨化期，由于缺水它就长不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收成。在南昌市新建区，7月以来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造成旱情扩大，全区100座小型水库及山塘干涸见底，15.47万亩水稻遭受旱灾影响。就是现在有20多天，快到一个月都没有灌上水，这个禾苗啊，全部都干起来了，叶子都干剪了，剪起来了。可能在这个现象下去哈，肯定会颗粒无收。而在江西宜春奉新县，连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共造成当地约20000亩猕猴桃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600万元。你看这个天气干的好厉害，因为有2个月没下雨了吧？你看这个果子全部干成这样了，全部干扁掉，全部掉了，叶子都全部干死了。目前，针对旱情，江西各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应对，购置抗旱设备，安装灌溉设施，缓解旱情，减少经济损失。近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陕西汉中洋县突发山体滑坡险情，陕西安康也突发严重山体垮塌。目前各项抢险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受持续降雨影响，洋县16号下午发生山体滑坡，致使酉水河支流洋河河道部分阻塞，估计滑坡体量8到10万立方米，未真正形成堰塞湖。经过现场勘查，专家预计这次滑坡不会影响西城高铁正常运行。受连续强降雨影响，9月17号，陕西安康境内541国道一处发生严重山体垮塌，造成道路临时中断。
根据现场观测，目前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施工人员现场封路，劝导过往车辆行人绕行。据气象预报显示，当地近期将持续强降雨天气，滑坡灾情尚未解除。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冷空气好像逐渐多起来了啊？那这个冷空气会带来剧烈降温吗？接下来的情况该如何发展呢？我们来问一下气象主播德俏，给我们介绍一下。德俏，早上好。大家好，贝贝。那近期的这个天气可以概括为两多哈，那就是华西秋雨多，南方的秋老虎多。不过呢，随着今年有点拖延症的冷空气终于是活跃起来，所以呢，这样的天气也会发生改变。先来看看冷空气对于一个气温的影响。那今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西北、华北、怀化这一带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温。明天呢，降温的区域将会往南，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四川以及重庆这一带，之后呢将会慢慢的渗透到南方的更多的地方。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冷空气带来降温啊，不会像冬天那种一下子速冻的感觉，但是体感上确实会感觉越来越凉。比如说今天在西北这一带，西宁、银川、兰州和西安，今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呢都是不足20度的，像西宁最高气温只有10度，而再往东一些，像是郑州、石家庄、济南和太原哈，这最高气温今天呢也只有20度出头，石家庄25度。那一早一晚就更不用说了，未来几天自北向南，这最低气温哈都会陆陆续续的探底，很多地方将可能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的新低。而对于江南、华南来说呢，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驱赶秋老虎，然后驱散高温天气哈。而且呢，这个冷空气一来，这一带的湿度也会降低，那体感上会一下子舒适和清爽不少。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夏秋之交的冷空气，对于南方来说，应该说是值得期待的好冷空气，对不对？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华西秋雨哈，接下来华西秋雨的这个雨势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华西秋雨好像在说天气的时候每天都在说，这个时候的确华西秋雨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之一哈。不过呢，今年他给自己加的戏份确实是有点多了。根据我们统计来看，像是今年四川、陕西、甘肃9月以来的这个降雨量呢，是比常年9月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多。要知道现在9月还有十几天呢，所以今年这一带的降雨肯定是提前严重超标了。而今天呢，全国大部的降雨仍然会集中在这里哈，小到中雨天气为主。不过明天这样的天气将会发生改变，华西秋雨呢将会慢慢的减弱，到了后天的时候，这一带的降雨呢就会停止，大部地方都会放晴了。而且这样的晴朗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之后呢，雨水才会再度增多，但是呢不会像之前这样的持续时间那么的长了。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是近期呢多雨的西安和兰州未来几天呢将会逐渐的放晴，而成都未来几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降雨出现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好，继续来关注猪肉价格。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猪肉价格明显上涨，带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但从近期监测的情况来看，猪肉价格已经趋于稳定。从近期监测情况看，猪肉价格趋于稳定。9月11号到17号，36个大中城市猪肉平均零售价格日均涨幅为0.28%，较8月份明显收窄。其中36个大中城市实涨13跌13平，果蔬价格小幅回落。9月17号，水果蔬菜平均价格比8月底分别回落3.2%和2.2%。国庆佳节临近，从物价走势分析看，国庆节期间，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变化，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了保障国内猪肉供应，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17号发布消息，根据相关部委要求，组织实施中央储备冻猪肉10,000吨投放工作，将通过竞价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时间为今天下午的1点到4点，交易底价将在交易时在华储交易所电子系统公布。
实际上呢，为了稳定猪肉价格呢，一些地方也是纷纷发布政策，像黑龙江、贵州的部分地区就大力支持养殖户扩大生产，帮助养殖户恢复补栏积极性。黑龙江省出台的措施包括支持散养户、中小养殖户向适度规模养殖发展，开展规模猪场贷款贴息、种猪场保种，重点对畜牧大县生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科学引导养殖场户补栏增养等措施等，促进生猪生产恢复性增长，有效地保障了北京、上海等消费的主要地区的市场供给，生猪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幅收窄，下一步重点支持养殖场户尽快的恢复生产。近日，贵州黔东南州政府下发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应急预案，提高了生猪养殖户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猪肉价格过高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应急预案已经启动，已经超过了应急预案的一种的红色区域，就是讲猪量低超过了9.5滴，我们现在的猪量低是13滴了。王兆鲁介绍说，猪量比也就是猪量比价，是衡量养猪收入和养猪成本的重要指标。猪量13:1，意思就是说买13斤玉米的钱才能买到1斤猪肉。平常的时候就是8斤包谷的1斤猪肉，所以要提交生产。甚至你有的时候是讲，最低的时候5.5斤的包谷的1斤肉，就是已经超过了9.8的包就9.5斤的包谷的1斤肉的时候，猪是很大了。正常情况下，黔东南州应有140万头生猪供应市场，目前空栏40万头。为了鼓励养殖户及时补栏，州政府出台应急措施，首先是奖励政策，紧接着相关部门目前又下发通知，给养殖户的猪肉上保险，给养殖户的收益保底。就是说，在这补栏方面呢，就是每一头以后要补的，养一头都要补50到100块钱，对母猪估计是100到200块钱的估算。国务院办公厅17号发布了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意见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促进作用呢？昨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意见指出，要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继续实施全民健身行动，努力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力争到2022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同时，推行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制度，力争让每名学生至少熟练掌握一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特别是广泛的开展，就是各级的学校的体育比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短板。从大学、中学、小学各级比赛呢，要广泛的开展。为了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意见鼓励各地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造，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开放时间，鼓励开发健身产品，提供体育培训服务，力争到2022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0%。此外，意见还提出优化体育产业用地，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利用工业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改造成体育设施，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等等，破解土地这个瓶颈这个难题。那么从优化体育企业用地，那么因地制宜来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在产权上对体育企业给一个保证。按照我国体育产业“十三五”的规划呢，到2020年，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将会超过3万亿，预计2025年体育产业总产出将会超过5万亿元。体育用品、体育装备和器材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下午6点，在北京的几个跑步打卡圣地，记者看到不少上班族已经换上了运动装备，开始了晚上的跑步计划。工作在附近，然后因为奥森的环境比较好，所以我比较喜欢来这边跑。因为上班以后，这个一坐时间比较长，然后想让自己身体素质更好一点。一般来说是就是长公园一圈嘛，5公里。天色渐晚，公园里跑步的人却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穿戴十分专业的跑者。跑步爱好者罗富元告诉记者，自己坚持跑步已经4年了。
除了基本的运动服和跑鞋之外，他还会佩戴臂包、腰包、智能手表和耳机等装备。跑鞋的话大概在1000到2000左右，然后还有衣服、速干 T 还有速干的短裤，包括这个智能手表。这智能手表现在是可以测心率的，然后这一身加起来大概在7000到8000左右。在公园里的运动服务中心，一些跑步爱好者正在进行体能训练和康复按摩。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跑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相关消费的快速增长。我们同比去年的在销售额上大概增长了200%多。比如说像手表啊、眼镜啊，那包括现在的一些补给品，还有一些小配件，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的趋势。近年来，在全民健身和各项政策的支持下，体育地材场馆建设乃至我国整个体育产业都迎来了蓬勃发展。数据显示，预计到2019年底，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将超2.6万亿元，2020年全国体育消费总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下一步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体育产业领域来，继续推动体育产业基地、体育小镇，包括一些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来打造这个体育产业发展更好的平台。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目前场馆建设的进度如何？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冬奥会共设置了3个赛区，分别为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其中北京赛区项目共计17项，赛时将承担冰壶、冰球、滑冰3个大项、5个分项、32个小项的比赛，共建有国家速滑馆、单板滑雪大跳台等17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目前建筑结构已经封顶，完成总工程量的60%，正在进行外墙面玻璃幕墙的安装。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育馆等场馆改造施工进展顺利，按计划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延庆赛区地处北京市西北部，赛时将承担所有的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比赛项目，共建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奥运村3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明年2月，高山滑雪世界杯也是冬奥首场测试赛将在延庆赛区举办。目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均已完成总工程量的1/2以上。张家口赛区地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占地约10平方公里。赛时将承担滑雪和冬季两项等2个大项、6个分项、50个小项的比赛。共建有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山地转播中心等8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这其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已经完成顶部护坡工程，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均已完成赛道基础土方工程。除了场馆建设，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招募工作、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在有序进行。在志愿者招募方面，2019年5月10号，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向全球发布了志愿服务行动计划，计划于2019年12月启动赛会志愿者的全球招募。目前正在建设报名系统网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冬奥志愿者主题歌曲等创作工作。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城际铁路京张高铁已于今年6月实现全线轨道贯通，预计今年年底通车运行。此外，连接北京市区和延庆城区的兴延高速已经建成通车，连接延庆城区和张家口崇礼区的延崇高速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从18号24点起，新的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9月3号到9月17号，国际油价上涨。平均来看，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油价比上轮的调价周期上涨3.27%。
本次调价汽柴油每吨均上调12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1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1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5元。沙特一处石油加工设施及一处油田遭受袭击，是本轮调价周期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9月16号，布伦特 WTI 原油期货开盘一度分别暴涨19%、15%，此后价格冲高回落。9月17号，粮食油价分别为每桶64.55美元、59.34美元，比袭击前分别上涨7.19%、8.19%。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油价已显露冲高回落态势，后期仍需密切关注沙特原油设施受损程度、修复时间、各方保供应对措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不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那么我估计沙特的这个恢复供油的这个能力还是会比较快的。那么一旦这个沙特石油供应恢复起来，这个油价还会回落到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比如在早晚高峰期挤公交，让上班族们的确是很苦恼。那么说，如果有一辆公交车呀，只需手机下单就能预约座位，从家门口直达办公室，你会不会乘坐呢？日前 AI 定制巴士就在上海正式上线。这里呢是上海首辆 AI 定制巴士张江的这个发车点。从9月16号开始啊，经过了 AI 大数据优化的这个巴士线路呢正式上线了。现在呢是晚上的5点多钟了，一会儿呢上海的晚高峰也是要开始了。刚才呢我是在我的手机上啊用16块钱买了这辆车的这个票，跟我一起呢去体验一下上海的晚高峰，体验一下 AI 定制巴士。与普通的公交车不同， AI 定制巴士采用支付宝预约的形式订票，确保一人一座。打开支付宝，输入飞路巴士，然后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会给你规划出离你最近的上下车点。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这些地方就在你的家门口和办公大楼门口。预订完车票呢，手机上就会显示一个二维码，那么上车以后呢，在这边扫一下二维码，我们就可以入座了。可以看到这辆巴士呢跟普通的这个公交车还是有区别的，两边呢都是座位，中间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走道。那么我们呢很多热门的路线啊，热门的时间点都要提前一天去进行一个预约。 AI 定制巴士采用哑铃式设计，两头站点较为密集，中间不进行停靠，这样大大节约了上下班通行时间，挺方便的。就是解决了，不仅解决了我上车前的1公里，后面的1公里解决直达，然后家里直达公司。这边的话，因为是定制巴士的话，都是一人一座，然后的话车上的话声音，乘客也没有声音嘛，然后我可以在车上这1个小时时间，能够让我有一个补充睡眠的时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物联、智能网联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技术正在一点点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像 AI 定制巴士这样的智慧出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又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住在上海松江新城附近的戴小姐，过去她需要从松江新城坐地铁9号线到张江高科站，算上地铁换乘、下车步行或单车骑行接驳，耗时接近2小时，花费约12元。而怀孕之后，她上下班都是打车，单程的价格就在100元以上。自从 AI 定制巴士开通之后，戴小姐每天只需在支付宝上提前购票，单程花费18元就能从家门口到达办公园区门口，每月能省下2000多元的交通费用。我之前来这边上班的话都是选择拼车，对，然后费用上的话其实还是挺昂贵的，大概要在150左右。对，拼车的话人均的话就是75吧这样。戴小姐说，像九路 AI 定制巴士是往返于松江和张江这两个点的乘客特别多，所以往往她都要提前几天订票才能确保有座位。这个还是挺热门的，因为自从它开通之后的话，我一般都要提前3天左右才能订到。其实近几年有不少企业推出共享巴士、网约巴士，往往开通后会出现上座率低、无人乘坐的现象，最后由于运营成本过高就荒废了。而 AI 定制巴士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条线路综合支付宝的移动的扫码支付的数据，
高德的路面导航的数据，以及大交通的大公交出行的车载的信息的数据，经过 AI 的算法模型，可以精准地判断出真实的用户需求。目前开通的九路定制巴士松江新城到张江园区，就是根据 AI 算法得出。在这两地上下班的居民沿途下车的比较少，同时和私家车的重合度非常高，因此开通了这一条线路，并且线路围绕的停车点以住宅小区和办公园区为主，解决了不少居民上下班的最后一公里。据介绍，目前像松江九路这样的 AI 定制巴士上座率居高不下，巴士的运行时间只在早晚高峰时段，未来他们将运用 AI 大数据测算，优化更多的线路，提供更便捷的出行体验。从上海的整个市场需求来讲啊，那么有30万的潜在的用户。而在广西南宁呢，当地首批网约定制公交车也从16号开始试运营，乘客们的通勤时间预计至少可以缩短30%以上。我现在是在金湖金浦路口，那么这个旁边就是我们的网约定制公交的2号线。那么我已经提前通过我们的这个 APP 购买了前往新阳路方向的车，那么我的座位是28座，现在我们就上车吧。天气新鲜一点吧，就平时下班虽然都要挤着回家，挺方便的，觉得一人一座蛮不错的。其实定制公交最大的好处是在于一人一座，定点定时，省去了市民们排队等候还有上车的时间。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便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可以实时的追踪到公交车的行车路线，便于掌握它到达的准确时间。从9月16号起，南宁市网约定制公交线路进入试运营阶段，票价根据乘车里程来制定，优惠票价为3元起步，每条线路平均停靠站点为5站左右，预计至少可缩短30%以上的通勤时间。来关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相关消息。经过5轮全流程的测试之后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系统18号正式完成了各项指标的检测，预计将于近日开关运行。这个目前国内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空港海关，将会让进出境的旅客感受到更简便快捷的无感通关。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看到，各种通关设备、查验设备已经调试完毕，进出境手续简化，流程更简便。出境时采用海关加安检一次过检的工作模式，出境旅客只提交一次行李，接受一次检查，而且柜台后方的新型 X 光机体积更小，海关官员将远程对过检行李进行电脑审图。在入境环节，海关设置了30多台国内一流的智能检疫查验设备，这些设备及红外测温、放射性物质定位检测、人脸识别、入境人员信息采集等多项功能，仅需几秒钟无需接触即可实现采集旅客体表体温、判定放射性物质携带情况等多项信息。如遇需要隔离的旅客，可通过海关卫生检疫专用电梯将其转移至国内最先进的双负压隔离室，有效防止疫情疫病传入境内。他把红外测温系统、放射性物质定位检测和人员信息采集全部集成到了一台设备上，这样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旅客的无感通关。这个通道的总长度是3.5米，旅客通关速度大概是3到4秒。在以往，进境旅客取完行李后需要进入海关监管通道排队搬箱过机检查，平均每名旅客通关时间大约在5到7分钟。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首次在行李检查区全面配备了新型高速 CT 检查设备，传送速度较普通型 CT 检查设备的0.28米每秒提升至0.5米每秒，以100%先期机检加通道挑查取代传统的100%现场过机检查。如果您的行李当中并没有违禁品的话，在您提取到您的托运行李之后，您将会快速通过海关现场，实现免排队、免搬箱、免查验、零等待，真正实现您的无感通关。据了解，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货运区，海关 CT 机检设备全部配备了智能审图技术，实现了高速 CT 机检设备智能判图全覆盖。从8月3号开始呢，我们组织开始了5次综合全流程的演练，目前呢已具备开关运行的能力。
上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开始网上预约，在很多城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有超过90%的纪念币被预约，很多收藏者都没有抢到。旺盛的需求直接推高了纪念币的价格，在邮币卡市场，目前纪念币期货的价格已经上涨了40%。在国内最大的邮币卡市场，北京弗利特邮币卡市场，记者看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9月19号才开始集中兑换，但是市场上已经有不少摊位摆放了相关的纪念册，只等着纪念币到位就可以第一时间出货。这就是装10枚的册子，你看这不是10个装在这里头，这就是人家预定的这样册子，我们都给人册子都准备好了，就等币来了一装就行了。经销商介绍，目前市场对于纪念币的需求量比较大，虽然实物币还没有正式发售，但是10元面值的纪念币市场上期货价格已经上涨了30%-40%。从各个银行的预定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火爆也火热，就是基本上达到秒杀的这种程度，在预定的过程中，市场二级市场呢现在大概是也是有个预计的升值的一个幅度。第一批6000万相对来说就少，所以大家伙都需求量就比较大，这个谁都赶在11嘛，期货价现在应该在14-15。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实物币的发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的价格在短期内或将持续走高，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国庆之后，相关题材的纪念币价格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收藏者应注意投资风险。2次发行大头在后边，后边的是9000万，比这个第一次6000万要多一些，所以说我觉得既然是投资肯定有风险，我觉得在16-20合理区间就应该考虑减仓啊，甚至清仓了。前不久呢，我们的节目刚刚报道过，广州市出台了规定，从9月份开始呢，广州全市的160家星级酒店的客房当中，不再摆放像牙刷、梳子、剃须刀等等这样的6样啊一次性的用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6小件儿。目的是引导消费者提高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新规的落实情况怎么样？消费者又是否买账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在多个酒店预订网站，记者看到，在酒店政策一栏都有对旅客做出提醒，不提供6样一次性用品。记者随机咨询了几家星级酒店，工作人员都明确表示不主动提供6小件，但如果客人需要时，酒店仍可提供。您有需要，我们也会拿过去，只是我们不主动提供这些物品。没有的，是为了倡导绿色消费观念，就没有在客房提供的。我们可以给您送。牙刷，会没有的，但是毛巾跟那个拖鞋会有。响应市政府的一个环保宣传。这个您就请我们服务员，您说客人要，然后服务员就会送给您的。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个别消费者表示不接受，认为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会带来不便，但大多数的市民都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这样可以减少浪费。主要是不方便，你老是要记住这个事啊，不是说我随时去住就可以啊，难道忘了带牙刷又要回家拿然后再去住啊？都会支持翻啦，因为毕竟而家已经开始垃圾分类啦，俾人一个意识就系环保意识要加强翻好多，再加上因为一次性系真系比较浪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那种，可以减少好多那种废物，还可以，我们一般出来住酒店、住民宿都会自己带那些东西。根据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测算，目前广州市160家星级酒店每天需要用到127万件一次性用品，如果能从源头上控制，不提供6小件，将会产生巨大的环境环保效益。又到牛羊转场时，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世代居住在祁连山脚下的裕固族牧民，赶着牲畜从夏季牧场迁徙到了秋季牧场。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市肃南县，是我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眼下，牛羊开始转场，在黄城镇的西长草原，浩浩荡荡的黄牛群被牧民们从草场里赶出来，排着长队向牧道上走去。哈雷的我放着3个月，到9月10号不化妆，这个牛是70公斤，我放着5公斤。每年的6月前后，牧民们从冬春季牧场转入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
九月再从夏季牧场搬入秋季牧场，三个月后最终回到冬春季牧场，这样循环往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近五年，苏南县天然草原亩产草量提高了20.6%，平均总盖度超过了78%，有效保障了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绿色屏障。今年以来呢，通过这个农繁牧牛补助、冬配改良等这个政策的落地落实呢，乳牛养殖的这个数量呢，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7.7%。那么通过冬配改良呢，这个黄牛的这个品质得到改良，那么殖均呢增收达到增收500元以上，那么有效提高了这个农牧民的这个收入。